世界如此简单。龙潭公园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龙潭北里小区对面，是国家四 A 级旅游公园。龙潭公园占地49.2公顷，是大部分南城居民休闲、娱乐、健身的主要场所。同时，每年农历春节的庙会也是北京四大庙会之一。龙潭公园先后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整修建设，构建亭台殿阁，砌筑台阶湖岸，栽植杨柳桑槐，建成龙潭、龙字石林、龙门、龙吟阁、万柳塘、莲塘花雨和中心岛等景区，园内风景秀丽，景物宜人，龙桥、龙亭、龙门、依山伴水、龙柏、龙藻、龙槐，风格迥异，是一座融北方古典建筑与现代造园艺术为一体，突出中华民族龙文化为主题的新型城市园林。